这样哦，你要说国民党就是急了。急了，好，我学一招，我学一招。对，上节目就 get 新手势，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跟上潮流，回应蓝营开记者会炮轰林佑昌。过去除了东岸商场弊案外，在基隆市长任内，还有包含城际转运站在内的四大烂尾案，却用罢免转移焦点。林佑昌根本就是全国的烂尾王，工程经费很会加，他的施政缺失很多，但是他的权利金很不会收，根本就是让基隆市民上权入市，就是用罢免来当自己的遮羞布。这些问题如果在我过去的任期之内，可能两三个月就把它解决掉了，对，不会拖到现在。那不会把自己搞到变成这个真字案的被告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就像自己的小 baby 一样，养大了孩子。生出来的孩子总是不希望被糟蹋了嘛。罢两行动如火如荼，截至28号下午3点，已经募集到大约29000份联署，距离目标37792份只差了1700份左右。蓝绿冲突升高，从市政到罢免案，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要特地到基隆声援谢国良。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，那我们当然不应该做，因为用仇恨、用所谓对抗啊，就要来罢免他。他也许应该去基隆看看我们过去的政绩，可能会更开心一点。民团发起的拆梁行动，距离第二阶段门槛如今近在咫尺，蓝绿都没有松懈的本钱。接下来，让我继续。